云配相啊，主要是中央领导对我们这民族艺术关心，尤其这个李若环同志啊，在他当市长的时候，他就有这个想法。他说：“你看，要听你们的录音呢、啊，没有形象，都不知道，比如有过门还是有什么锣鼓的，都不知道那儿干什么的。”他说：“就是那时候条件的关系，很少的几位这个老艺术家。”可是有电影，可是有点这个录像的形象。他说最好就能够啊，有这个质量好的这个录音，能够给配上录像，能让给观众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。纪念的回忆，希望这个配音的配这个像的这个演员，或者是他的后代，或者是他的学生，受过他的传指点过的，能够给他的这个有什么身段能保留下来，也给他还保留下来。